長遠偏講，查咗先講。Hello， 大家好，我係調查員黎俊。喺呢個家庭衛生當中啦，刷馬桶咧可謂之係令人煩心嘅事情，因為佢又嘥時間、嘥精力，仲要忍受嗰個氣味。所以唔少人選擇喺我呢個手上面咧，就係呢個放一塊潔廁布啦。咁啊，非常之方便，而且又可以呢個快速清潔呢個馬桶。咁啊，當然啦，近日呢個家住番禺嘅曾小姐咧，就喺呢度遇到一個非常之唔愉快嘅事情，就係呢個嘅潔廁布惹起嘅一啲唔愉快嘅事情啦。咁啊，到底咩事？我哋即刻去睇一睇。你看，我们家水都变成蓝色了，这水龙头出来的水啊！咦，这也蓝色的哦，一样的哦，完全不一样啊！真系啊，真系蓝色的哦，你喺边度接噶？就这里啊！吓，点解我度啲水会蓝色嘅？个水会喺边度流出嚟？水，诶，呢个蓝色厕所。呢度都系蓝色一样噶。什么？马桶里面的水怎么能倒流出来？哦，你冇吓我啊！一系我哋将呢杯水拎去检测算啦。快啲啊！走啦，走啦，走啦！究竟呢个曾小姐屋企里面嘅自来水变蓝，系咪因为使用咗呢个洁厕宝嘅问题咧？咁啊，当然啦，我哋啱啱亦都从呢个曾小姐屋企攞咗呢个自来水样品，大家可以见到其实呈现系蓝色噶。咁啊，到底系咩问题咧？我哋即刻出发检测中心检测一下。经过检测，蓝水当中果然减除了洁厕宝当中的洗涤剂成分。咁洁厕宝点解会导致自来水变蓝嘅咧？呢啲嘅蓝水对人体有啲咩影响啊？最疑惑嘅系佢系点流到自来水管入边嘅咧？带住问题，我哋上网搜索咗相关信息，一搜马桶洁厕宝嘅关键字，即刻弹出上百条嘅信息，而且呢啲消息都非常惊人。千祈唔好喺自己屋企个马桶嘅水箱入边放蓝色嘅洁厕宝啊！洁厕宝只系适合有双供水系统嘅国外楼房，国内几乎冇咁样嘅供水系统。由于主阀门同分阀门都冇单向子液粉，喺负压嘅作用之下咧，有强致癌致病作用嘅污染水就会反流进入到自来水系统，所以即刻停咗呢种行为啦。呢、这个消息迅速被微博、微信网友转翻，好多人都见到都心慌慌。呢、这个喺超市入边随处都可以买到嘅小小洁厕宝，居然引发一场大风波。你屋企马桶有冇会用呢种洁厕宝噶？有系咪啊？咁屋企有冇试过即系话个马桶啊个水倒流嘅现象？冇。唔会啊，一路都觉得冇乜用咯，同埋成日都会唔记得买咯咁。有啊有啊有啊！你有冇听讲过即系嗰个厕所嗰个水箱有啲水会倒流，跟住喺其他水龙头开出嚟啲水咧系都冇冇冇。嗱，经过我哋街坊调查可以得知啦，一部分人就唔系好担心呢个问题，但系一部分人就非常之担心，就系喺微信上面咧的确睇到呢条传言，就系呢个嘅倒流翻去嘅呢个水啦，如果用咗洁厕宝之后咧会致癌，咁啊令到一部分咧唔敢再使用啦。咁啊本身洁厕宝系清洁我哋嘅马桶啦、消毒啦同埋去除呢个异味噶，咁如果依家咧就话会呢个嘅倒灌翻嚟个水咧会令到我哋致癌啦，听落去。都好得人惊啊！咁啊，到底呢个马桶里面嘅水系咪真系会倒灌翻喺呢个自来水管道里面呢？今天早上起伏的时候还是好的，中午就好像突然一下停了水一样的，放起来那个水哦，嘟嘟嘟嘟嘟的断了一下，好像停水一样的，再放就变成了蓝，那很深，还有点气味。然后一看那个水呢就很奇怪，我开了厨房呢是这种颜色，然后就去厕所里面开，厕所当时还是白色的，等了一会儿也变成这种颜色了。哎，你看那个水嘛，那么蓝色，原来是开室外放出的水，那是后来才放得出的水。据了解，加咗洁厕宝嘅蓝色马桶水倒流到自来水管嘅事件，喺北京、山东、四川、广州等多地都曾经出现过。咁马桶水系咪真系倒流翻自来水管呢？被洁厕块嘅污染水系咪真系有好强嘅致癌性啊？我哋先嚟睇下第一个问题：马桶水系咪真系会倒流翻入自来水管？好，接下来开始做呢个实验。到啦，呢个实验点啦？嗱，一手上揸住呢个洁厕宝啦，咁啊，稍后会将佢啦就放入呢个马桶里面。准备时，行啦。
好，两分钟嘅时间就到咗啦，我哋而家打开水箱盖咧，睇下水嗰个颜色有冇变化先。好啦，咁我而家见到啦，水就已经系变咗蓝色噶啦。好啦，咁我头先见到水箱里面咧嘅水就已经变成蓝色啦。依家我就要试图揿呢个嘅水掣啦，然后将呢个嘅水咧就冲出嚟，睇下个颜色系咪真系变蓝色先。好啦，咁啊，经过头先嘅冲洗嘅时候啦，大家可以睇到其实洁厕波嘅溶液已经充分溶于水里面，水亦都完全变成蓝色啦。咁啊，接落嚟时间我哋会等佢静止半个钟头，然后去分别呢个洗手盆同埋呢个冲凉房嘅水龙头，再加埋呢个厨房嘅呢个嘅水龙头啦，再将啲水咧就分别装成两杯，然后对比睇下呢个水咧有冇变成蓝色噶。这个时候我们先等半个钟，半个钟之后我们再从洗手间的洗面池水龙头、浴室水龙头以及厨房水龙头那里接水，看看是不是会出现蓝水，然后在两个钟头之后再用烧杯接一次水。经过半个钟和两个钟头之后，我们分别这个洗手盆、厨房和冲凉房装了这个六杯水。经过多次的实验可以观察到，其实六杯水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传言当中倒流令到水变蓝色这种讲法，是不是即是空穴来风呢？网上所传的这种现象是会出现的，是 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的。马桶水真的会出现倒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用实验来求证一下。在这个时间见到我身旁就很多这个马桶，究竟今天来做什么呢？不是来买马桶，是来研究马桶的。这个马桶倒流的问题，林经理你好。林经理你好。今天呢就麻烦你一下，就请教一下马桶倒流的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就麻烦你了。好，行。好，我哋做过呢个实验，其实系模拟马桶喺特殊情况之下出现嘅倒流现象还原实验。咁究竟马桶喺咩情况之下先至会出现马桶嘅水倒流翻自来水管嘅咧？这样子，它这个现象就必须在刚好马桶的这个指挥功能失效的情况下，第二加上这个自来水网刚好停止状态下，它这个水就有可能是往管道里走。我们这种现象称为虹吸物理现象。在解决马桶水回流和自来水管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马桶的构造是怎样的。林经理，我想请教一下，这马桶的原理是怎么样的？这个构造。好，那我们打开这个内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结构。首先，这个排水系统它分为两个大部件，一个是进水，就给这个水箱里供水，一个是排水，它就起到实际的一个冲刷功能的。那我们先可以试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冲水动作。放完水了以后，这水箱的水又矮下去，那它这里就慢慢在抽水上来。我们开了水以后，它就慢慢浮上来。也就是说，它这个净水器还起到一个水位的控制。像你到了哪个位置，到了我们设定的一个冲水需求的用量以后，它就停止加水了。好，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它到了上边，它就停止了。然后这个水镜同时也起到它这个水不会往回流的一个作用。你看，现在是达到我们想用的水用，它就满了。平时供水正常、水压都正常的时候，马桶水箱入边嘅水系唔会倒流翻自来水管道噶。如果发生停水，而原来嘅管道入边系充满水嘅，停水之后水压就会变细，原来水管入边嘅水就会因为重力下流。如果马桶水箱冇回流装置，马桶水好容易就会回流翻水管入边噶啦。而专家所讲嘅虹吸回流，就系由于自来水管同马桶水箱嘅供水压力发生变化引起嘅一个物理。好啦，接下来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改造的马桶上面这个马桶这个水的倒流的这个现象就实验的。首先我会做这个洁厕布就交给我林经理。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改装过的马桶模拟这个马桶它的一个防空气指挥功能。实验开始之后，我们先将一块固态的洁厕布放入马桶水箱，并且打开自来水管，将马桶水箱充满水。随着水箱的水位上升，洁厕布亦都慢慢开始融化。两分钟之后，原本透明的水亦都变成了蓝色。好啦，咁啊等咗一阵时间啦，咁啊而家见到啦，我哋观察完啦，就呢个嘅洁厕布已经系充分呢个溶到呢个水里面啦，咁啊亦都系变咗蓝色噶啦。林经理啦，我们实验就
继续了。好，那现在我们模拟这个指挥阀马桶指挥失效的情况下，它是如何把水回流到这个自来管网的？呢啲嘅蓝色水系咪真系会从自来水管入边倒流出嚟咧？我哋而家就将自来水管打开。啊，你看，现在这水就流出来了。现在流的就是水箱里的水。哦，就倒流了，现在。对，已经在倒流，就是倒流的这一个情况。哦，它的水已经是带有一个蓝色的浅蓝色了。哇，自来水管真系出现倒流噃！我哋将水倒流翻马桶池入边，可以见到自来水管嘅水已经变成咗蓝色啦。由此睇嚟，网上嘅传言所讲嘅马桶水会倒流系千真万确咁。林经理，刚刚那个倒流的一个实验我已经看完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在平时当中，如果马桶出现这个状况的话，它那个问题是出现在哪里？这个实验是，主要是在两个情况下，它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一个是，自来水停水了，管道停水了。第二，是刚好这个马桶，它是这个指挥功能失效的情况下，它就会，所以就会有这个水会往下流。不知道林经理怎么会做到那个防止那个水倒流的现象？现在呢，我们这个水井呢，它都有这个防洪堤的这个设置，也就是它这个水是从这里进来，进来以后它是到了这个顶端，才有个出水口，出了再往水箱里流水出来。那流水出来以后，我们这个水箱的现在的水位设置都会比我这个进水端这个水，也就是说我的水现在是来到这里，它离我的出水口，它还有这个五六公分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你的水。自来水停水了以后，把这个水箱的水它也没办法跑到这里来下，水往低处流嘛，它没办法往高处走。流装的一个指挥阀功能，甚至它这个水只可以单向这样流上去，它不可以逆着往回流。林经理，刚刚你说到一个水压的问题，那据我所知，就是楼层越高的话，或者高低那个对于水压也有影响的吧？是的，那我们高层的话，如果一旦自来水停水了，高层的水它就会首先压力失去压力后，这个水就会逐步往下流，然后过程中它就是上一层的管道它就会是形成一个负压，那它就有可能，如果是指挥阀坏的话，它就会先把这个水流出来。专家仲表示，对于使用水泵供水的流程，特别是二次供水的用户，当停水停电的时候，因为供水系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可能相差几十米，自来水管在停水之后，管内的压力就会变成净水压力。住宅流程较低的用户是可以继续用水或者排水的，但高层用户的水管内就会慢慢处于负压状态，上水管道发生负压的情况的时候就会被吸出来的。而屋企入面唯一的自动储水的地方就是马桶的水箱，所以就会出现回流的现象啦。哦，原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其实在这个极端的环境条件之下，马桶的水箱里面水才会倒流。讲到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即是马桶里面，即是大家就见到掀开马桶之后有水那里，那些水又会不会倒流呢？而我这个疑问我即刻请教林经理，因为有专业的人士在这里。林经理，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怎么解决，会不会出现的？我们先来做一下实验。马桶水箱的水回流已经足以令人担心，马桶池入面的排泄物亦都会回流，是真是假？我们还是通过实验来求证。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马桶池入面的排泄物都排了去什么地方。我们准备了一大箩大小相等的乒乓波，而且将它比作马桶入面的排泄物。好，现在我们模拟这个乒乓球，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排泄物。那我们看一下，它冲完以后，它是这个水是往哪里去？好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排泄物，包括这个污水都已经排出去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工作原理，包括它的结构是怎么样？乒乓波都被排走咗啦，佢哋会唔会排到自来水管嗰度呢？咦，我哋见到马桶隔篱有一个小粒草，同时见到好多乒乓波，唔通呢啲嘅乒乓波都系被啱先嘅马桶冲刷落嚟嘅嗰啲？佢嘅原理又系点样嘅啦？林经理，那个原理是怎么样呢？现在我看到是那个马桶的解剖图，是吧？对。我看一下，当时刚才我们这个球呢，是往这里下来的，下来以后它是往这边
顺着这个管道，顺着这个管道，这样子传下来的。顺带另外呢，我们的水，你看是从这边，从这个箭头这个指向，它是往这边洗刷水下来，然后最终是在这里有一个冲溢水，两路水冲溢水把这个突入把这里排泄冲出来，也就是说整个动作完成以后，我们这一块就成了一个防止臭气的一个水封面，然后这个水跟上面这个水箱它是分两段，它不连接，所以这个水它是无法反流到自来管道去，只会这个水只会排到排污管去，不存在，绝对不存在两这个污水会往水箱里导流导流的现象。哦，原来是这样，马桶的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发生倒流的水只是马桶水箱里面的水，而不是马桶池里面的水，而马桶排泄物就更加不会出现倒流，所以大家根本都不需要担心马桶的排泄物会倒流回自来水管。同时专家都表示，马桶水箱的水回流必须在马桶水箱里面有水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而且前提就是马桶水箱里面的注水阀有问题。以上马桶倒流现象我相信大家看到不少，也都要多加留意，如果马桶内部零件老化要及时更换，更加可以换一只优质少少的马桶就更加好。随着马桶制作工艺不断提升，现时很多马桶的水箱都处于高水位的位置，也都是防止了这个倒流现象出现，而且马桶都会配备一个止溢阀，止溢阀作用在于水只可以入不可以出，基本杜绝了这个倒流的现象。假如你仲係擔心呢個問題的話咧，其實咧就可以使少少錢啦，就係呢個重新升級呢個馬桶。假如真係唔使使錢的話咧，我哋仲有一個方法啦，可以杜絕呢個馬桶回流呢個現象噶。防止马桶回流的方法就是在马桶水箱进水口外面加装止回粉，从外部防止回流，其工作原理相似心脏的便膜，入水的时候的便膜推开，如果入面的水有往外流的趋势，就会即刻将便膜从入面推死。这种止回阀市场价一般只是在20-30元一只，不过安装的话就需要找专门的水电工人操作，确保供水安全。求证到呢度，我哋要得出结论啦。马桶产生倒流啦，必须喺停水嘅情况，同埋啦马桶水箱缺少防止倒流嘅措施，以及措施失效，同埋受到呢个虹吸压力嘅情况之下啦，先至会出现马桶倒流嘅情况噶。只要针对以上问题解决佢啦，就可以解决呢个马桶倒流嘅问题噶啦。好啦，倾完呢个马桶倒流问题，我哋倾一倾另外一个话题，就系如果我哋唔饮咗呢个洁厕宝嘅水致癌呢个讲法，又靠唔靠谱呢？洁厕宝又名蓝泡泡、固体洁厕剂、马桶自动清洁剂等等，它是一种含有清洁剂、染料、香精、除菌剂的固体，它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清洁马桶。我们从市面上买来不同品牌的洁厕宝，它们的包装配料表上面都没有标注出很详细的成分，只是简单地写了清洁剂、除菌剂、染料、香料等等成分。而洁厕快的化学原理主要是通过调节石蜡、硬质酸蜡以及活性成分之间的比例，石蜡本身是不溶于水，而在溶解过程当中很容易会有石蜡碎屑的产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配方就会加入一些增溶剂，它们不单止增溶石蜡和硬质酸蜡，还可以起到洗涤和除垢的功效。虽然化学原理有些复杂，但它毕竟含有很多的化学成分，而产生的蓝水也都属于生活污水，所以我们人体接触了这些被洁厕宝浸过的水，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洁厕宝它以后直接接触皮肤的，第一个呢，如果它那个酸碱性比较这种过霜，它是过碱的。第一个呢，会直接对那个皮肤产生那个刺激了。第二个呢，如果某个人对这些洁厕宝过敏的，就是过敏体质的，那么接触了之后就会产生一个过敏反应。这些的化学成分会对水造成一定的污染，亦都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刺激和伤害。但是讲到致癌的话，又是真不是啊？洁厕宝致癌这个讲法不是很科学。不是说癌症是吃了一样东西就一定会有癌症的。在科学界的这种讲法是通过双麻实验和卡方统计，认为某些东西会增加某些东西的概率。但是在公众场合来说就变成了什么什么又导致什么什么，
咁其實呢個潔潔寶啊，入邊佢嗰啲活性劑同埋清潔劑咧，的確係會對水源啊造成污染嘅。但係目前嚟講咧，仲未揾到任何嘅實例可以證明話潔潔寶可以治癌咯。咁啊，如果話真係飲咗呢個潔潔寶浸嘅水咁啊，真係有啲問題，咁甚至仲要洗胃啊。但係咧，治癌呢個講法其實真係並唔係好科學咯。所以我哋可以得出結論，唔飲咗潔潔寶嘅水會致癌呢個講法係唔正確噶。雖然就唔會致癌，但係咧就喺呢個潔潔寶裏面咧含有好多嘅化學成分喺裏面，如果皮膚接觸到都係會有傷害噶。咁如果我哋生活當中遇到呢個嘅藍水，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呢？遇到藍水最好先開住水龍頭，然後將藍水放乾淨之後再用。如果大家習慣使用潔潔寶，一定要在馬桶的水箱嗰度安裝好防回流裝置。就算真的遇到回流情況，一般回流的水量亦都唔會好多嘅。擰開自來水的水龍頭，放多一陣水，水就會變清噶啦。另外，使用潔潔寶亦都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唔好撕咗白色的包裝膜，呢層膜為水溶性膜。第二，如果潔潔寶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用水长时间接触，使用之后记得洗手。第三，请放置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第四，千祈不要接触眼，一经接触即刻要用清水冲洗。第五，吞食有害，如果有误食千祈不要催吐，迅速地吞大量的清水并且立即就医。第六，千祈千祈唔好同含氯嘅產品，例如八四消毒液、漂白水等一同使用，否則會產生劇毒。為咗防止含有潔潔寶嘅馬桶水回流，可以使用一啲比較環保、安全嘅清潔天然清潔劑，例如白蠟、陳醋、小蘇打等等。今日講到馬桶倒流嘅問題，我相信大家亦都了解到唔少啦。倒流翻嚟嘅水會唔會被污染？呢個要根據馬桶水箱內嘅環境衛生而定噶。咁假如你冇使用呢個潔潔寶啦，而呢個嘅倒流嘅水係無色無味，但係同呢個自來水管道內嘅水相比啦，仲係會有污染噶。所以喺停水一段時間之後啦，再使用翻嘅時候啦，記得要放一段時間水先至好再使用，咁就更加健康啲啦。如果仲係擔心呢個水質問題，咁啊就要好唔好用呢個潔潔寶。好啦，我哋今期節目時間就係咁多，我哋下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